大家好，今天我做一道超级美味的红茶冰粉。红茶煮出来有一股淡淡清香，给这个炎热的夏天带来雪山般的清凉。锅中倒入1000克水，烧开，倒入5克红茶，煮1分钟，关火，再焖2分钟，把茶叶捞出，倒入大碗中，我买的冰粉粉一袋20克，这冰粉粉做起来非常的方便，只要掌握好方法，做出来会非常好吃的。水温保持80度以上，这是1000克水，倒入10克冰粉粉，一边倒一边不停地搅拌，搅拌2分钟左右，冷却后放冰箱冷藏。200克水烧开，倒入100克红糖，小火熬10几分钟，红糖的香味熬出来，有一点粘稠就好了。已经可以了，花成小块，一大勺红糖，山楂，葡萄干，熟花生，小汤圆，煮好的小汤圆最好放入凉水中，熟芝麻，这样清香冰冰凉的美味，慢慢享用吧。